Thousands of Malaysian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is fast marathon activity held over 130 similar camp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awareness as well as to raise some funds for the society's events. And it is very pleasing to note that so far more than 800,000 ringgit has already been raised. The main focus of this 30-hour fast i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of our urban poor, which is developing into a cause of serious concern, not only in Penang, but also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超过一个礼拜的饥饿，当然那时候我就比较年轻了。如果是一个礼拜，就24乘7，差不多168小时。不过我再加多几个小时，170多个小时。那时候是因为抗议一周年，在令部安全法令被扣留之下，无审讯情况之下。 绝食，所以那再顶到超过一个礼拜，当然是有喝水，只是白开水，米露也不能够喝，白开水。如果说要减肥，刚才主持人说要减肥，34个小时，我要告诉你减不到肥，但是在超过7天就减到。 20磅左右，那个是真正的节食。但是如果你要跟一些人来比，不止一个礼拜。所以，可是在这30天，你会体会到那种的感受。尤其是贫穷人当没有食物的时候，连吃也是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那种痛苦。当我们可以说。 吃的足够，吃到不要吃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把它那些食物丢掉。我看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体会一下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怎样过日子。爱心不是用讲的，爱也不是用讲的，爱要以行动和实践来证明。我们坚信要打造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 就必须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品牌，好让我们的青年才能
留在本地一起实现国际城市的目标。 明年政府要把槟城打造成为国际城市，如果要打造成为国际城市，先列条件，其中一项，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慈悲，没有爱心，没有慈悲，不符合国际标准。要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必须要有关怀，必须要爱心，必须要慈悲。我一向来对World Vision有好感。 自从这个大海啸过后，不是政治大海啸，真正的大海啸在阿界，我有跟这个World Vision有一些联系，所以跟好像其他团体实际这样，认为他们真正是有做他们的本分。对，就是因为这样，当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虽然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大型的节目。 很多人问为什么这样小型你要出席，根本不必劳动到一个首长。但是如果我们要点一盏灯，要一个开始，是要从一个人或者是一小群开始，所以你才能够传灯。所以今天虽然是不多，不要紧，让我们点燃一盏灯。一盏灯就是希望。 一盏灯所带来的希望，但是我们看到那些短片的时候，我时常认为说，我们的生活，我们拼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同样的政府拼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时常我提醒自己，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 面对种种压力、挫折，包括谎言，而那种高压的手段，使到我们根本没有空间出发。要戒断的时候，你只是要看到一个孩子的面孔，你就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他就是代表我们的希望。 所以，我们认为，孩子们是大家的希望。如果可以给他们希望，我们真正才有希望。如果会有悲和喜，We've gotta pray.